大家好，今天我拿这个鸡来做一道辣子鸡。放点姜蒜、料酒、五香粉。放点盐，放油，等一下油热之后，把鸡块拿进里面去炸。腌好的鸡肉呢，现在就开始炸了。鸡肉呢，我们炸好了，现在把它捞起来吧，捞起来备用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辣子鸡的配料炒一下，花椒、那个香叶跟八角、姜蒜，再把干辣椒、那个辣椒节倒进去炒一下。现在呢，就可以把鸡块炸好的鸡块倒进去了。放一点点盐，因为我们腌制的时候放过盐了，不要放太多了。放点芝麻，等一下就准备吃锅了。放点葱花，出锅了。